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资管系唐仁馨老师。非常欢迎同学继续收看电脑影像处理第二个讲次。好，那在今天这个讲次里面呢，我们仍然非常荣幸邀请到德明财经科大徐敏珠老师担任我们的助讲老师。敏珠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好，请大家开启电脑，并且开启 Photoshop， 开始我们今天的练习。好，那在今天这个讲次呢，我们主要要跟同学介绍这个影像的一个数位影像的一个输入哦。那数位影像的输入呢，它其实分成好几个不同的一个方法。好，那第一个方式呢，叫做书面的影像的输入哦。那这个书面影像输入，同学可能比较不熟悉哦。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部分呢，会跟同学介绍书面影像的一个输入。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跟同学比较详细的去介绍如何开启跟储存我们的影像的档案。好，开启跟储存我们影像的档案。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会跟同学介绍在这个 Photoshop 里面呢，它一些常用的一些档案的一个格式的介绍。好，那最后呢，我们会跟同学介绍图档它的解析度跟图形尺寸的一个关联性。好，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同学介绍书面影像的一个输入哦。那同学在使用 Photoshop 的时候，大概都会非常习惯的哈，从自己的智慧型手机啊，或者是从自己的相机里面呢，将影像输入。好，那当然也可很多同学可能会从网络上面去下载一些数位的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图片。好，但是同学有没有想过哈，假设你需要的来源呢是20年前的照片哦，是纸本的照片，或者是印刷品的时候呢，那你没有办法直接从这个数位的这个图形呢，好去取得这个资料的时候怎么办呢？好，所以它的这个影像来源，假设是从这个书面的资料来源的话呢，我们其实需要去做扫描的一个动作哦。所以这个影像来源呢，它可以从拍照，可以从绘制哦。那它其实也可以从扫描，那同学可能不太清楚只是扫描哦，所以我们在第一个部分呢，要跟同学介绍如何透过这个扫描器呢，去把这个数位影像把它变成是数位影像。好，那要怎么样确定这个利用这个扫描器去做这个数位影像呢？那同学其实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其实要有一台扫描机，好啊，这台扫描机呢要连到你正在使用的 Photoshop 的一个软体。好，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扫描机呢，以及 Photoshop 的这个软体哦，直接将你的20年前的照片啊，或者是你想要使用、你想要扫描的这个影像哦，直接扫进 Photoshop 里面。好，那怎么样做这个书面影像的输入呢？第一个就是确认你的装置是否已经安装好，包含了你的这个印表机哦，是否有安装成功，有没有那个 driver 哈，是不是有安装成功？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开启你的这个扫描器哈，它的那个开关要确定好。好，然后如果你确定好了，将你20年前的照片放在扫描器上面呢，那这个时候呢要怎么做？好，再打开，请你打开你的 Photoshop， 然后在档案里面呢，它其实里面可以做档案读入的动作。好，那档案读入的动作里面，它有一个选择扫描器哦。那这个选择这个扫描器呢，同学好就会进到下一个选项，好就会进到下面一个选项。那下面这个选项呢，它其实就会出现一个 user preference， 好，那里面到底是哪一个扫描器？好，那你的那个页面的大小是多大？你采用的模式哦，你采用的那个模式到底是哪一种色彩模式？然后你里面每一个那个 DPI 到底你的解析度多少？好，那做了一些这个基本设定呢，之后呢，我们按一下 scan， 好，我们按下这个scan 的这个按钮呢，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个20年前的照片哦，扫描进这个 Photoshop 里面去做处理。好，那如果你还要继续扫描呢，可以再继续去做第二张、第三张的扫描。好，那如果结束之后呢，好，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哦，编辑我们的这个旧照片。好，这个可以开始做编辑的一个动作。好，那所以这个前面这一段呢，是跟同学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其实可以透过 Photoshop 的这个软体哦，透过 Photoshop 这个软体，把我们以前的旧照片，还有一些印刷品哦，把它扫描进 Photoshop 里面去做一些影像处理。好，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跟同学介绍怎么去开启跟储存这些影像的档案。那开启跟储存影像档案哦，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哦，最常使用的大概就有三种哦。那第一种呢，叫做开启新档案。开启新档案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有要开启一张旧的照片或者是旧的影像，我们直接打开一个新的档案哦，这个叫做开启新档案。好，那它在这个Photoshop 里面呢，就是档案的功能表里面哦，然后直接写新增。好，那它就可以开启一个空白的这个影像的文件，好，叫新增。那同学可以在荧幕上面会看到呢，在这个新增的一个空白文件哦，它会需要我们做命名的动作。好，那它也可以去做一些像这个宽度、高度的像素的一个基本的设定。好，那我们在这个荧幕上面，同学会看到它的解析度是72，好 ，pixel PPI。好，那你也可以调整你要的一个解析度。好，那如果你希望去做一些进阶的设定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进阶选项去做设定。好，那按下确定呢，你就会开启一个空白的一个新的文件，可以在这个新的文件上面呢，好去做这个影像处理的一个动作。好，那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开启档案。好，第二个方法叫做开启档案或开启旧档。那开启档案或开启旧档呢，它的功能非常的简单哦，其实可以从这个档案的功能表里面呢选择开启旧档。那开启旧档呢，它就可以去开启一个之前的一个旧的档案。好，那或者呢，它可以在 Bridge 当中哈浏览。好，那 Bridge 是什么呢？好 ，Bridge 同学只要安装好这个 Acrobat 哈这 Photoshop 的这个工具里面，它其实就会有一个 Bridge 的功能。在 Bridge 里面，它其实会在 Bridge 当中会直接检视跟管理你所有目前在你的这个资料夹下面的一些影像。那同学可以看到你到底需要开启的是哪一个影像哦，就直接把它打开就可以了。好，那第三个叫做开启为。好，那开启为呢，它跟前面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它的做法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功能表单里面的档案开启为里面哦，可以选择你要的一个档案类型来开启。好，那它跟前面的差别呢，在于哦，那同学可以看到我们荧幕上面的最下方开启为，你开启为呢，它可以选择哈 Photoshop 的档案。好，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类型的影像档，好，譬如 BMP 档。或者是 JPG 档，好，那你可以透过开启为呢，去开启你想要的某一种类型的档案，好，某一种类型的档案。好，那以上呢是有关于这个档案的一个开启的一个动作。好，那假设我们对于这个档案呢已经做了一些基本的一个编修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呢？好，这时候最重要就是要储存我们努力的一个结果。好，那它储存呢也有三个基本的一个方式。那第一个直接叫做储存档案哦，那储存档案呢，它就是用我们目前编修的这个影像呢哦，直接就是用原有的名称，好，直接用我们的原本的这个档案名称跟储存格式哦，就储存起来了。好，那如果万一没有原本的名称呢，那它这时候就会跳出来一个，好，跳出来一个选项，好，要求使用者必须要输入一个档案的名称。好，那另外这个呢，叫第二种呢，叫做另存新档哦。那另存新档，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目前编修的这个影像哦，用另外一个档案的名称哦储存起来，好，或者是利用另外一个格式来储存起来。好，那第三种呢叫做储存为网页使用，好，储存为网页使用。那储存为网页使用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做这个影像处理的时候，编修的这个影像的结果哦，是为了要把它放在这个网站上面的。那放在网站上面包含了，我们可能要把它放在Facebook 好 ，Instagram 等等，好，那我们要把它放在网页上面使用，好，那放在网页上面使用呢，因为网页上面的这个影像呢，基本上会希望它的档案的类型会比较大小要比较小哦，所以当我们使用储存为网页使用的时候呢，它其实就会帮我们储存成网页最常使用的档案类型，并且去做一个最佳化的一个动作。好，那同学可以看到哈，我们在荧幕上面呢，这个秀出来的就是另存新档。好，另存新档呢，好，它原本预设的是 Photoshop 的档案。好，那这个叫做 PSD 档。好，那如果我们希望另存其他的格式呢，也可以从这个下拉式选单哦，好，去做一些选取的一个动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敏珠老师哦，帮我们去示范操作如何在这个 Photoshop 里面去做档案的输入。
跟这个储存的一个动作。秉柱老师，麻烦你。好，那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来开启档案以及存档，这是在我们使用任何的软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大家看一下，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开启一个新档案。那 Photoshop 里面呢，它开启新档案一样是在档案功能表开新档案。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要新增一个新档案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直接进行你这个档案的一个命名。那大家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做一个命名。好，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档案，你这个要编辑的影像的大小，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例如像我现在选的是国际标准纸张，那我就选择 A4 的大小。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不同的大小。那在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解析度的一个设定。这个解析度的设定呢，其实设定的越大，它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储存的一个品质跟档案的一个大小。一般来讲，如果你要用在印刷上，那可能要设到300到600。但是如果我只是在荧幕上观看的话，大概72到96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解析度就可以了。好，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色彩模式，我们一般预设都是用 RGB。即便我们今天是要把它将来要印刷，可是建议还是使用 RGB 的色彩模式，等到你要做列印的时候再把它转换为 CMYK 的模式，这样会比较好。好，接着我们就直接按确定，好，它就会开启一个新的一个档案。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写上一个 test， 好，那它是一个 RGB 8bit 一个模式，那这个大小就是 A4 的一个大小。这是我们讲到开一个新档案。那如果开启旧档的话呢，我们一样在档案这边有个开启旧档，它所使用的方式跟我们一般的开启旧档的方式都是一样，直接打开这个旧档就可以了。那比较特别的是在档案里面有一个在 Bridge 中浏览，那当我们选了这个在 Bridge 中浏览的时候，它就会开启这一个 Bridge 的一个让我们去做一个照片的一个影像的一个选择。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左上角这个地方像档案夹的地方，这你可以随任意的去切换我的档资料夹。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一个筛选器，你可以做那个影像的一个筛选。那如果我点了某一个影像，你可以在右边去看到它的一个预览的状态，以及这个影像里面的相关的这个档案的属性，包含这个档案的名称、文件的类型、什么时候制作、它的大小、尺寸，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进行那个预览。那如果你确定要选择这张这个照片，就直接连续点选两下，它就会进到那个 Photoshop 的一个画面里面了。那当我们做完了档案之后，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进行储存的动作。那我们一般呢，如果你已经有档名，我们可以直接就储存档案。好，那如果说今天你要把它另存新档，好，我们就可以把它储存成不同的档名，甚至是不同的档案格式。例如我们要存成不同档案格式，这边就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档案格式，好，可以选择跟设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常用，就是我们编辑完的照片，像现在很多大家在做网拍，可能有很多照片将来要编辑成网页用的，好，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选档案，然后储存为网页用。好，那这边就有相关的一个最佳化的设定，好，让我们去做这个图像的一个设定。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唐老师。好，谢谢秉柱老师的说明哦。那个同学其实那个最好的学习方式呢，就是每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跟着秉柱老师一起做。好，那这样子会觉得好，就会跟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同学介绍这个档案格式哦。那为什么要介绍档案格式呢？因为同学大概从前面的这个的讲次里面就发现，其实 Photoshop 它可以处理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影像其实非常的多。好，那所以档案格式呢，也是同学需要了解的一个部分。好，那档案格式呢，在我们同学还没有完整的把你的这个影像编辑完毕的时候呢，好，其实最好呢要选择储存成 PSD 档。好的 ，PSD 是 Photoshop 的副档名。好，那如果同学不存成 PSD 档呢，也可以你把它存成TIFF 档。好，那 TIFF 档呢，它是基本上是为了未来印刷使用的。那为什么建议同学把它储存成 PSD 或者是 TIFF 档呢？它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档案的类型哦，它叫属于非破坏性的压缩格式。好，那什么叫做非破坏性压缩呢？好，就是当我们以后
把这个档案再用 Photoshop 打开的时候呢，它会还原到原本的一个状态，它里面的一些资讯不会被破坏掉，所以它叫做非破坏性压缩。那如果我们同学自动把它存成一些比较小的档案，像 JSP 档的话呢，那像 JSP 档它是属于那个破坏性压缩，那它里面有很多原本的这个资讯其实会被破坏掉了，它没有办法还原到原本的原始档的一个状态哦。所以我们建议同学在你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编辑完毕之前你一定要把它存成这个 PSD 或者是 TIFF 档。好，那除非就是同学已经确定你已经编修完毕了，也不打算以后再编修了，好，那你才可以选择这个破坏性压缩的这个档案格式，像 JPEG， 好，这个在网络上面常常使用。好，那如果同学每一次都使用 JPEG 破坏性压缩呢，你其实会发现档案会越来越小，但是它也会越来越失真因为它每一次都是破坏性压缩。好，那接下来跟同学介绍一些常用的一些这个网络的格式那第一个是叫做 JIF 的格式，好，叫 GIF 档，好 ，GIF 档。那 JIF 呢，这个其实常常在我们的这个 HTML 文件里面常常会出现。好，那它常常会出现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会显示索引色的一个影像格式。好，那另外呢，它可以储存最多是256个颜色因为它是索引色。好，那另外同学常常会看到这个 GIF 档的时候呢，就是网络上面的一些小动画。那这个小动画呢，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GIF 的格式产生的。好，那另外第二个常见的格式叫做 TIFF 的格式TIFF 的格式。那 TIFF 的格式呢，它其实原意叫做标记影像档案格式的意思，好，叫做 tagged image 的file format。好，那这个 TIFF 的格式呢，它其实支援了 RGB， 好，支援了 CMYK， 支援了 LAB， 好，也支援灰阶跟黑白等等的这个色彩模式那这个 TIFF 格式呢，同学假设看到的时候呢，它也是适合我们做这个印刷输出的时候使用的。那第三个色彩模式呢，叫做这个 BMP 的一个格式。那 BMP 档其实同学也常常看到，好 ，BMP 档呢，它是微软Windows 作业系统下面一个点阵式的一个影像格式。那 BMP 的这个格式呢，它可以储存全彩的影像所以在如果我们采用的是 BMP 的这个格式呢，它在荧幕上面显出的画质会是最好的一个画质。好，不过它的缺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像素，它的这个像素比较多所以它的这个尺寸会比较大，好，它的空间会占用空间比较大。好，那第四个呢格式呢叫做 RAW 的格式。那 RAW 格式呢，它其实是专业摄影机专业的数位相机它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影像档，统称叫做 RAW。好，那这个专业的数位相机呢，或者是高阶的这个数位相机它就会有这个 RAW 的格式那我们一般使用者呢，可以透过这个格式去做大幅度的修改跟这个设计。好，那以上跟同学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些常用的一些格式。好，那我们就请敏珠老师帮我们示范操作一下。敏珠老师，麻烦你。好，那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不同的影像的一个格式。那请大家先看一下，我现在这个是开启好的一个档案。那我们可能会在上面做一些编辑，例如在上面输入字。好，那如果我希望将来这个我输入的文字将来能够继续进行一个编辑的话，我们就要把它存成这个 Photoshop 本身的一个档案格式 PSD 的格式。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档案里面。好，那我们就要做储存档案。那储存档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存成 Photoshop 的格式。好，所以我就把它存成 Test 的一个档案。好，那它是 Photoshop。那您看到在这里面，我刚刚原本它是一个2:2.jpg 的档案，它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 test1.psd 的一个档案。那当然在这里面呢，我们现在把它存成 PSD 之后，您可以看到我的这一个文字可以继续做一些编辑跟变换。可是如果我把它另存成那个 JPG 或是 BMP 的档案的时候，这个文字就没有办法继续做编辑，所以我们把它另存试试看。我们一样到档案，好，我把它另存新档，好，这时候我把它存成，可能我就把它存成 BMP 的档案，好，那这时候我就把它叫做
我把它存成 BMP 档案，然后设定的选项我们就用它的预设选项就可以了。好，这时候我已经把它存成一个那个 BMP 档案，那我再另存一个好那个 JPG 的档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好，我们存成一个 JPG 的档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我们档案都存好之后呢，我们到我们的资料夹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刚刚存好的档案。那第一个档案呢，我们把它看一下这个 test 2的档案，哈，您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BMP 的档案，然后它占有那个 2.25 mega， 然后这个 test 3哈，它是我们最后储存的一个 JPG 的档案，它只有173KB， 所以你看到一个是2 mega 多，一个是只有100多 K， 这两个是它的一个档案大小最大的一个差异。可是这两个档案开启之后都没有办法再进行一个编修，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里面呢，这是我们的那个 test 一，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文字我们可以继续做编修。那我们如果要开启那个刚刚的那个影像档的话，那个 JPG 或 BMP 的影像档，例如我开启这个 BMP 的影像档，可是我们把它开启之后，这里面的这个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照片，所以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做这个里面的一个文字的一个编辑。好，所以同学在储存档案的时候，如果你将来要继续编修它，记得要把它存成一个 PSD 的档案。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汤老师。好，谢谢敏珠老师的说明哦。那个我们刚刚从这个敏珠老师说明当中呢，你会发现哦，虽然是我们视觉上面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哦，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档案格式不一样。好，那它的那个开启之后的那个结果其实也完全不一样哦。那我们如果希望保留里面最完整的一个资讯的话呢，就是请同学把它储存成 PSD 档或者是 TIF 档。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同学介绍的是那个图档的解析度跟图形尺寸的一个关系。好，那图档的这个解析度跟图形尺寸哦，那因为我们 Photoshop 的这个影像处理这个软体呢，其实有很多同学会把这个影像处理过后的这个资料呢，会把它放在网络上，或去做网页处理哦。那这个把它放做网页处理呢，其实就是要把它变成体积小，而且影像清晰。好，那一般来讲呢，它其实会希望它的解析度哈是72到96 PPI， 好，就是每英寸是72到96个 pixel。好，那如果我们在做的这个影像处理是为了未来的那个印刷输出的使用的时候呢，好，那我们也要有相对应的一个解析度哈，譬如可能是300，好，300到600的这个DPI， 好，那这样它才能够输出一个比较高品质的一个影像的一个结果。好，那除了以上的这个介绍之外呢，我们要跟同学介绍影像的一个尺寸哦。那这个影像的尺寸呢，其实它在这个新增档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好去做一些影像大小的一个设定。好，那在这个新增影像尺寸的时候呢，哦，那同学可以开启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哦，那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宽度、高度、解析度呢，好，它其实就可以决定了你的这个影像的一个大小尺寸。那这个尺寸下面呢有三个重要的一个属性哦，其实同学可以去了解一下它的这些属性呢还蛮有用的。那第一个叫做缩放的样式哦，那缩放样式就是当我们在调整影像的时候，它会用等比例的一个缩放的一个效果哦，假设我们打勾的话，它就会等比例的缩放效果。好，那第二个呢叫做强制的等比例。好，那假设我们在更改这个原始的这个图档的长宽高或者解析度任何一个数字哦，那其他数字呢，假设我们勾选是强制等比例的话呢，它就会自动更新，它会让你的这个影像的这个长宽高的比例维持不变哦。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主要原因就是哦，假设我们强制等比例，我们去把我们这个影像放大缩小，它才会跟原来的这个照片哦，这个看起来才会一致。好，那第三个叫做影像重新取样。那影像重新取样呢，它的方法呢，就是假设我们勾选了这个影像重新取样的时候呢，好，那它这个尺寸的放大或者是缩小哦，好，它会改变，但是它的这个解析度并不会改变，好，解析度并不会改变，好，那它的这个做法呢，好，这个做法呢，好，在这个影像重新取样，如果我们打勾的时候呢，好，如果我们打勾的时候哦，
好，它的这个影像的这个解析度哈，会去做一些这个改变，好，会做一些改变的动作。好，那另外这个版面的这个尺寸呢，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图片编修的时候，希望增加我们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区域，需要对它去做这个放大跟缩小。那这个所以可以对这个版面去做这个放大缩小的动作。好，那第一个呢，如果要去做这个缩小，可以透过这个剪裁影像的这个边缘呢来缩小这个影像。好，那第二个方法呢，可以透过这个影像的这个表这个功能表单里面呢，哈，去影像的功能表单，你去直接去更改版面的一个尺寸，来调整我们目前的这个版面的一个大小。第三种方式呢，我们其实也可以选择哈，将我们的原来的这个影像呢，增加它的这个宽度或者是高度。好，那同学可以在我们的荧幕上面会看到这个版面的这个尺寸哦，那我们可以去增加它的这个宽度或者是高度，然后在右手边呢，你会看到这个有一个锚点哦，那我们可以去根据这个锚点，然后去增加它相对的这个高度跟宽度。好，那锚点是什么呢？它就让使用者可以根据这个你设计的这个锚点的这个位置哦，放在左边或放在右边。好，那多出来的这个尺寸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编辑使用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敏珠老师哦，帮我们示范操作一下这个有关这个尺寸的方面的这些部分。好，敏珠老师。好，各位同学，我们来做那个尺寸的一个设定。那请大家看一下，在我的荧幕里面呢，如果我们要更改那个影像的尺寸呢，那我们就到影像里面。好，这边可以看到影像尺寸跟版面的尺寸。那请大家，我们先看一下影像尺寸，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开启的档案，它的像素尺寸还有文件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大小分别都在这里面已经呈现出来了。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说，如果我们将来在那个改变影像尺寸的时候，到底我们在改变的时候要不要去让它有等比例的一个改变？例如我们比较常用的是这个强制等比例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改变影像的时候，好，例如这个强制等比例，如果把它拿掉，那当今天我在宽度跟高度做变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我的宽度减少，可是我的高度并不会跟着一起做，并不会一起跟着做改变，那这样子它的影像就会产生一个变形的一个效果。好，所以这是我们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的。可是如果今天我有把这个强制等比例打勾的话，今天当我把这个宽度哈发生改变了，好，假设我把它改成20，那你就会发现，当我一旦把这个强制等比例打勾的时候，你只要改变宽高或解析度的任何一项，它其他的数值它就会跟着自动改变哈，维持它等比例的一个现象。那还有一个叫做影像重新取样，那这个地方呢，例如我把影像重新取样这个勾拿掉的话，那我改变它的解析度。那大家先看一下它目前的像它的一个尺寸哈，还有它的一个文件尺寸。假设我把它改成200，好，所以你看到我影像重新取样的过程之中，我把解析度放大，可是它的这个宽度跟高度都跟着改变了，可是它的像素尺寸，也就是它这个档案大小并没有发生改变，好，因为它并没有重新取样，维持原来的一个影像，所以它就没有发生变化。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蛮常使用到就是版面尺寸，当有时候我们希望说这个图像可以出现一个白边，让我们去编辑写上一些文字的时候，就可以用版面尺寸。所以例如在影像里面，好，我们选择版面尺寸。那在这里面呢，如果假设我把锚点放在左边，那我把这个宽度呢，好，设大一点，好，假设设为，我把它设大一点，你就会发现旁边都多上白色的部分。好，这是我们有关尺寸的设定。我们把时间交给唐老师。好，谢谢敏珠老师的说明哦。那我们今天呢，跟同学很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影像的这个输入，还有档案的开启跟档案的这个储存，以及这个图形尺寸的一些基本的一个介绍哦。我们下周再见，谢谢，拜拜。